天我们要一起重新布置玩具角。好、老师让我来贴装饰画。好，大家自己分组行动吧。琪琪，我们去把积木给搬过来吧。给我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
看，巧虎来帮忙了。Thank you. Can you help me? Sure, sure.巧虎，谁在跟我说话呀？巧虎，帮帮我吧。你有什么困难呢？刚才我午睡的时候，小猫偷吃了我的鱼。一会儿爸爸回来了，发现少了鱼，一定会骂我的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去买金鱼吧。可我现在数不清有多少条鱼了。我可以来帮你。是吗？你看，这是合成分解游戏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数清楚水里的鱼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把巧虎翻盖向后推，然后竖起来，轻轻地摁下去。红色的鱼有几条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共有五条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把五个红色的游戏球放到左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白色的鱼有几条？一共三条。再放三个黄色的游戏球，一、二、三，马上就能知道有几条鱼了。把巧虎翻盖拉起来，游戏球就滚出来了。你看，一共是八条。那么原来有几条鱼呢？原来是十条。现在是八条，那么该买几条回去呢？这也交给合成分解游戏组吧，只要再补两个游戏球就是十了，所以需要买两条鱼。我替你去买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巧虎。嘿，不客气。拜拜。这里还有一本合成分解游戏书呢，我也来练习一下。我回来喽。那个小朋友呢？哦，原来是雕像啊。太好喽，太好喽。下次预告。我来做图案吧。好呀好呀。看我的。做图案来。转转转，转出好看的图案来。姐姐也很想帮助你们，可是姐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对了，巧虎琪琪，你们为什么不一起合作呢？合作？什么是合作？姐姐介绍两个朋友给你们，他们可懂得合作了。谁呢？看，他们就在这里。嗯，哇，是蚂蚁。蚂蚁们正在找食物，蚂蚁会互相碰碰触角，告诉伙伴食物在哪里。食物太重太大的时候，蚂蚁们会合力来搬。伙伴们，这食物太大了。没关系，一起来搬。嘿呦嘿呦嘿呦。啊，合作的力量真大呀。你看，蚂蚁们在一起整理自己的家呢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合作就更重要了。我们来搭桥，大家快点过河吧。嗯。谢谢伙伴们。另一个很会合作的朋友叫猫鼬。哈哈，我知道了，合作的力量可真大呀。那就加油吧，巧虎琪琪。嗯，琪琪，我们一起合作来搬桌子吧。嗯，两个人合作一点儿都不累。小朋友，你学会合作了吗？Jumping Lion。 今天举行跳跃障碍比赛，先来介绍比赛选手，袋鼠 Kangaroo Kangaroo， 斑马 Zebra Zebra， 狮子 Lion Lion。 I like jumping I like jumping。 比赛开始。 Jumping JumpingJumping zebra, a jumping zebra. A jumping kangaroo, a jumping kangaroo. A jumping lion, a jumping lion. 跳跃的狮子要去哪里呢？I'm a jumping lion. Zebra. Zebra. A jumping zebra. A jumping zebra. Kangaroo. Kangaroo. A jumping kangaroo. A jumping kangaroo.Lion. Lion. A jumping lion. A jumping lion. 数学单元，圣诞老公公送礼物，集合喽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了，谁要去南方呢？剩下的去北方吧。
好。一头驯鹿去了南方，四头驯鹿去了北方。回来啦！一二三，五。无论跑到哪里去，回来还是五头鹿。接下来谁去南方呢？我们。剩下的去北方吧。没问题。三头驯鹿去了南方，两头驯鹿去了北方。回来了。一二三四五。无论跑到哪里去，回来还是五头鹿。十字，哦，过圣诞了！哇，好漂亮的圣诞树啊！哦，你看，是礼物盒，盒子上有字呢。木、王、月，这个怎么打开呢？有了。在圣诞树上，先拿这个木加一撇是字，自行车的字，打开了是自行车，字自行车的字，哇，嘿嘿，自行车。王加一点变成主，主，公主的主。月加一竖变成用。